是机会，这里先打的就是一个推线，而在一等想秀的阿姆特点到阿姆姆哭哭，而且阿姆看起来是被砍的电掉一样消失了。哎，这 Q 没了。要往前打，双方都是虚弱，往前打了一套，撸了扛着对点，快死了！哇，卡迪交了一个闪，连纳米都危险，肯定也要交闪吗？冲水，补回个血 ，life 继续点嘛，但他的普攻升的也很痒。哇，互相的骚扰，技能是全交。哦呦，卡迪一个滑行，撸了闪现被打掉了。哦呦，下半部还是打得很激烈，而大家确实，欧拉夫。就我的眼光来看，他在下半部已经超过至少两分钟的时间了。哦，继续的骚扰，这个水球没有中，但后面人来了 ，BD 要赶到，用枪雨弹缓速缓到的同时，一个虚弱下在卡迪脸上，有闪现有虚弱，选择不交了。另外一边推球加大绝，但一口奶补了回来。不过另外一边鬼步开启一个水球，已经是开壶了。这个前面就是想说水球可以中，看能不能换一波。这边自己先套自己缓速了，然后。但后面这个补血的加速让 Lula 可以扭掉，就变成这波一缓速之后，卡斯也知道自己死定了，没错，就往下走了。他已经没有一了。对。哦，最后这一补很补，推差一点，但这开始终究还是被啊料理，被剁成了一盘没味的沙西米。是，这个击杀，双方握手一下。刚才是握手吗？看一下牵手啊。是握手，是握手、啊。给他力量，给他力量，给他力量，给他力量。上半部想来，阿姆特跟着队友想要来尝试抢一下这个预示者。上半部先打起来了，用雷霆风暴电晕了阿姆特，开大了阿姆特也是很危险，交了一个闪现弹，是被瑞斯口点掉了两个层，第三层点晕 ，Q 技能，哇，一滴都换掉。但这其实对陆先跟纳米来说是稍微亏一点的，纳米跟陆先三打是最强，哎，狂到了。直接打虚弱下去，对面用治愈吃的屠戮直接扫死了。刚讲完就出事哎！哇 ，life 这里是没有招的，往前两下斧子过来，下一个斧子想追单，纳米的家这塔下都不好吃兵了。现在看一下下半部，牛逼没招、啊。他们想趁着这波兵很大的时候去打，但直接被泡住了，被泡起来直接炸裂，虚弱挂着，大绝原地扫，但也来不及了。没错，哇，打的还是太心急了。幽米如果有点燃或。虚弱，我觉得至少有一招都有机会来拼一波。对，这样是最好的。是，哎呦，还行啊。这把卡迪，我觉得他真的玩的也是。这边得到了。哦，进去见面，让小兵做位移。他这边是三人夹击，就算理性赶到，也不能随便出手。我开心龙啊，反正只要灌不穿我就开心了。没错，哦，推到后面一个鬼步开启是幽米，跟着欧拉夫来了，但 humanoid 还是选择正面开打，欧拉扛着塔，欧拉夫就是直接劈死了。看到了这暴击的红色欧拉夫，第三嘛，差不多啊，上车来了，兄弟，你们以理性踢过来开扁，先扁再说，开的大，你跟我打。你是跟谁打？快跑快跑，贝嫩！我这个人比我更疯啊！两脚发麻，哇！而且后面卡迪的旅程还没有结束，有没有冷酷晋级？往上滑加狂风之力，成功的躲避了对面一个弹幕的扫射。都这么精彩了，来一个究极单杀也不错吧？我不过在下半部抓到了一个是路的老丹，吃着屠戮扫到马，来不及走位，不过后面的 TP 来了，凯能先掉啊、先到，哇！一个开店。直接把这个纳米给电死了，阿姆特也下来，但他效果并不多啊。后面李星虽然来，还有虚弱，好像没有太多的效果。BDD 带了球准备要来开推了。瑞利亚跟罗克特实在是太没有用了。那这也是抓了一个时间啊，知道落单了，看到猫咪的位置了，往前打一套。就是这边撸了交了闪现，躲了一个 Q， 但虚弱按下去他还是得死。然后这个水球。其实就算泡到，我觉得应该也没有差太多了，你跑不掉了吧？这个位置基本上 beast， 那 after 下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。没错，后面奋力输出啊，但卡迪还是被打倒。后面位换跟着皮卡丘一起前进吧。而且这一波 humanoid 是不会过来的。哇哦，这个局。就是莎士比亚，没错。上半部开地阿姆的，虽然不屈秘武是挡住了第一波的承受伤害，但后面弹幕扫进来。直接交闪撤退，那撤退同时塔也要掉了。后面是海浪滔滔，要怕了吗？完全不怕！哇，对面是逃海的人啊！对面只要走过那条线，那个路口，他就要死了。看到，准备加速开大。恭喜你已经死了。对面的就算交闪线还是要被砍死，就是这么恶霸呢。哦，这个组合你要成立，就是你的路线跟纳米要够优，够优，那这优势不够大。哦，确定李星回了。他先走后，隔墙插眼看到维克特，推到，哇，
直接带走，这个只要被司机到一拍，就是必死无疑。哎，这我看过啊，空间会扭曲，应该叫叶凯吧？没错，直接切割。 战 FTP 来，大绝 Risco 被留住，两个人想夹击，但 Risco 跑得很快，利用闪现已经拉开了位置 ，Humanoid 虽然用 TP 赶到，还有个滔天巨浪，但 Risco 一技能好了，直接跑掉3+1，夹不了。下一只眼睛要排吗？往前追击，一个弹幕扫射，缓速往左边跑，推球，握弹开始的位置，正巧了没被推到，一个粉眼阻断，你们看不到我，我躲在角落，再加一个闪现，成功的撤退了。左边在击球。 准备想投篮了，要杀大绝一套超多球，但纳米回了一口，补了150滴血。不过后面的追击持续，还有小兵可以摸，尤亚已经成功撤退。那左边再过去的队友呢？没错，毕竟是对面的一个龙魂点，辛多拉跟凯南纷纷的站在最前列的一个位置。被烂人人员被逼到了左边，但看起来还是很想要这条小龙的。 Q技能踢到正在进场，优雅准备要来了，进来但没有抢到莫的眼的位置，还是很危险，交了一个闪现，成功的撤退，但 Cardi 在前面已经先被留住了。幽冥持续的拉扯，但中路抓了一波用狂风之力的贴近，想杀 Resco。幽冥赶紧上车补血，我中路这一波一个很划算啊 ，Cardi 玩得好哎，很划很顺，但左边推球直接残血，这就是 Q 加 E 而已吗？幽冥跟欧拉夫正在最前面的位置。 给点压力，站起来斧头来了要冲了，但对面先上了，阿姆特的进场没有丝毫的作用，欧拉夫就是站着砍把你闪现给交了，继续的追，不过晕眩有晕到，弹幕扫起来，阿姆特谁敢对欧拉夫出手，谁就会死。现在欧拉夫的这威力还在，来看一下，这里往前，阿姆特后面有海浪，我乘着海浪往前晋级。 乘着海浪，海浪人来就走了。对，队友都跑了。海浪过去了，剩下这喧嚣啊！哎呀，潮水退了，潮水退就知道谁的裤子没有穿了，裤子溜走了，裤子被冲走了。对啊，被抓到了吗？鬼不开启，还在吃小石头。往哪儿跑？难不成原地 TP 吗？不可能，只能打了。幽冥有大加速逃命，但弹幕扫下来交闪现，想强换一个撸了。 瑞克特信息的赶到，右边的位置先被推到了一个阿姆特，凯南没有选择交，斧头要打到，但有小兵可以位移，阿姆特瞬间拉开了一个很大段的位置，娟娟压到最前面，欧拉夫就在你眼前拆打，受不了的阿姆特直接开大，但欧拉夫跟幽冥的效果，利用不屈没有的阿姆特承受过来了，对面的大绝要结束喽，真的没办法，但金朵拉扫。 哎，你闪现了，但幽冥没上车，细微的走位成功拉掉，但位移的同时轮到了娟娟，猫咪附身，附身合体，猫咪硬欧拉夫，但往前要卡阿姆的先行的一个进场，这些手刀都被打掉，加了一个闪现，反正的晕眩留住了欧拉夫，毕竟也都是三件半的一个状态，走到打野了，艾瑞优亚，瑞斯狗在前面直接封锁，先踢到是辛朵拉，想下去，我有位移，但没有成功。 后面是吃着毒素烧死了，这一波看着阿姆德的进场，大选的是先跑过来，但还是被秒杀了露乐，露乐倒下，同 Risco 只能尝试的跟着幽冥做一个配合，开启大绝，这里 Life 想救一下自己的上路哥，但哥能获救吗？大家一直在包围卡迪，甚至叫了一个闪现狂风之力，反身的一电好痛啊，自己直接电死了 Cardi， 但最终Humanoid 正面直接电死一波 Ace， 美莱恩 拿下了团战的胜利，躲了推。 下龙，但后面重点就是前面刚刚 BD 被打出那个闪现的一个伏笔，他说没有闪现，被电到之后直接一套被秒杀。那如果这边也残血被贴到之后，这个正面再一脚又穿到了，如果加上一个 Q 技能带走了他，那这面位置两个大carry位都死了之后，选举剩一个哥跟一只猫，哎呀，那就是无力回天呐、啊，有多远就。 跑多远啊？但能换一个 card 也是不错咯。换上一个还 OK 了，但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这个 Mate 的团战打得真的太好了。没错，哇，不得了，秀翻天啊！哦，继续的骚扰，你欧拉夫坦不住了，带一带呀、啊，痛、啊！滔天巨浪来了，把对面给劝退之后，火龙准备要出生，阿姆德正在最前面的一个位置，你已经想要进场跟着伊瑞一起前行，但伊瑞好像撑不太住，吃着毒入前面的一个扫射。 但有个赎罪神是回了一下阿姆德，是已经倒立了弹幕，直接把卡迪跟凯瑟扫向了左边，而右边的位置是 Humanoid 跟尤亚，但是维克特满装再临，没有人敢动手，选择回头先吃火龙魂。弟弟要 TP 过来
这里在等一个机会，好痛！金人可以，凯南帮忙保护，让露乐可以撤退，但凯南直接消失了。陆星跟维克特正在骗魔术，但后面辛多拉来了，目标是要找尤美奈尔的，尤美奈尔加了一个闪现，持续的一个挺进，火龙纹的一个效果，在面前辛多拉开始发威，还把他的金合成金人呢，他把他那个把他变化成合成金人啊，大金人。哦，这里来看一下。 扎姆特跟队友其实每次看都有点那么断档的感觉，所以不知道他们想先进去，然后缓速住，然后来去用 Kha'Zix 想把他射倒啊，但这个位置有人帮挡，那这边还是可以看到维克特很痛，他垫两下 BD 就回家了，但毕竟还有 TP， 对，这个 TP 位置就还不错，然后这个金人也确实躲掉，让李信没办法踢，那重疾也稳稳的把火龙给吃下，拿到火龙夺冠，虽然这边。 最后被踢了，但有GA再多撑一段时间，所以其实这波真的是靠 Lula 的惊人加上 GA 撑了超多时间，才让 BDD 在正确的位置打出该有的输出。是，那这一波在 Mainland 来说，沙打野，我单吃他可以单吃哦，他一个惊人呢、哦，他可以单吃。不过这个巨浪来了，欧拉夫被留住，看到尤米那个大劫先限制对手辛朵拉，正在找寻对面进窄口的机会，但 Mainland。 这可能这个胡须都要被电爆了，正在等待瑞克要来了，目标是维克特，Humanoid被留住了，在李信踢走他了，Risco没有成功大绝招，但后面的位置可以有机会切吗？没有，Humanoid没死，扛着火龙龙纹效果，Humanoid走回来把欧拉夫也给处理掉，这里是被人反打，直接拿下了两颗人头，哎呦呀，大脚一出来让这波团战直接化无有，但这个位置被。 秒杀了，打野也没了。这里BDD就在等这一刻。这里扛着四龙火龙魂，团战打输了。哇，那变成是下一波。然后这里又抓一个，又是这个位置，就是职场。我 W 开的很好，他承受住了第一波伤害波，幽冥来了，叫了一个闪现，还是被好运姐给Ban死了。策划是什么呢？对面人都已经站了，李信要到，他认为李信不会到吗？ 李信已经来了，这是真的假的？哦，但陆走了回来，卷曲的成员小秒吗？这没有海浪了。海浪给留住，用输液池去check一下。BDD被打退了，这是一波四打五吗？好运姐现在右边欧拉夫冲了进来，直接搅乱了战局。好运姐在左边没有太多的一个限制，利用弹幕做一个射击。但被伊维利亚的大姐给稍微断了一下，进场拉姆打的自热图，露露有点危险，交了一个惊人。后方的位置是拉开的一个卡迪，开始连续的输出，在上面一直在。 打辛朵拉，从远古巨龙池子里走了出来。有TP，没有维克特了，这里Mainland怎么办呢？用 TP 来做进攻，四打三。Mainland 还想创造奇迹，唯一能创造的就是 Lyoya。那前方位置想这边单打的卡迪先被收掉了，Lyoya站好位置，准备来偷巴龙，在上方是已经有个视野，大家都在等他来断他，要进去吗？没有机会进去，最后一投宣告失败，卷曲稳稳的。 四火龙魂加上远古巨龙，那要结束了，要直接一波结束游戏的这个复活时间都太长了。Humanoid其实刚刚在龙池里面往岸上的那个窄口一拼，是把 BDD 给打残，但最后 BDD 在岸上确实反而单杀了 Humanoid。是，最后开始无奈的，你杀了我吧，四个杀不可辱，就把那个武士刀放在你面前，来吧，来吧，接受了自己的命运，我们要恭喜Genji。 在今天一个漫长的长夜里面，击败了第一组的对手，拿下了第一组第一名的席次。